三公战罢，意味着部落战正式落下帷幕。下一场演唱会，同盟，同盟，六个部落组成三大同盟，想跟谁同盟？大家要，我已经有目标了。谁啊？演员啊？我们要不要你聊一下？一拍即合算了。我们俩唱的也蛮炸的，你我胡彦斌。怎么可能？今晚将限时开放观众加油热线，向观众提出加油问题。你最喜欢的哥哥是谁？这么难选啊？对，很难选的话，你就选那个九泽哥哥了。披荆斩棘第五场演唱会现在开始。燃爆！本场演唱会为阵营突围战，三轮同盟秀竞演火力值累积总分第一的同盟全员安全，其余同盟全员危险。